这本是我累积三十几年的经验所写的笔记，是《笑傲江湖》的罢免宝典。即马就交你等的，希望会当甲你斗相共，一条命老师。免，我无需要。当然，啊，即马这个所在，干咱两个人，你也无需要歹势啊。 那我知影呀，是你自较早敢若有去互七仔拍的经验，毋捌拍过七仔。无安尼啦，我即摆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：，假使讲有一天叶老师问你，若是恁妈抑佫有叶老师伊两个人跋落去海，你会先救啥？啊？袂晓因啊吼！你着爱讲你会跳落去海，甲你的妈妈先救起来。 刷落来继续跳落去海，甲叶老师咱条条做伙沉落去海。你敢袂感觉你问这问题真作白痴的啊？白痴是白痴，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查某囡仔听着心花怒放。啊，等下你嘛想看卖，若是会当甲心爱人咱做伙死，迄煞罗曼蒂克的代志啊？笑，人叶老师无像你遮尔无话啊。 总共一句啦，等下，你拍咩会听到差不多参照迄幼稚园的听到同款，甲主管同款啦。啊，那我就无共啊，我是破书班的哦，参照叶老师同款，差太济咯。唉，等下，无安尼啦，我免费哦，搁教你一个重点，我过来。你喺幼儿园老师的时阵，千万袂当想过面去。 因为伊若是知影，你要约伊，伊一定会闪避。是安怎样呢？因为参照伊种复杂某囡仔，伊的心肝内绝对也够一个位置是老虎爷无缘人才。所以，你一定爱予伊的心肝习惯有你的存在，袂当无你，安尼才会当无法自拔，深陷情网。知无？安尼你才有机会。 小学的啦，知无？哦，我听你死大咧，讲我嘴甲全破，啊，毋真够很厉害，啊，为啥歹去做啊？有啥名师？迄做爱情专家？我就准拄煞啦，飞弟啊，我拄则教你，你千万着爱记起，啊？时间敢若差不多呢，我靠，叶老师啦，无理。 叶老师，我阿弟啊啦，啊，唔知影即马刚好没去载你。有滴，你袂记啊？昨我甲你讲，今日透早我要去妇产科产检啊。啊，诺，歹势啊，叶老师，我煞袂记。啊，就因为哦，我今日透早去学一个为着爱情咧烦恼的查甫人，差精神啦，害我困无饱眠，唔才会袂记即个代志。哈哈哈。诶，啊，是讲你安尼一个人去妇产科做产检，敢好？ 好啦，好啦，安尼家己说了哦，好，拜。叶老师改一次，让佮做产检。叶小姐。 加油！这对面哦，总监你是不？小夏，我的伤哦，今日好了真济啊！啊，
你这两天在无影响，我才想你的呢。你敢会当来看我？我看你一届哦，看赢我福建三年。哎呦，我要上班就赶紧去啦！直直伫遐笑惊，创你个不啦？安尼我就歹困了呢。从来唔捌看过一个大学生成绩你同款，逐天睡到自然醒，起床尿尿啦！你脸上的反光器，啊，三脸才会大吼！我去，我去打几把扑克。休息，开始梦想都没快起。哇，阿姐，你起来就睡了呢？等你得当做去上班啊哦。阿哥有啦，二姐，啊，点解一件代志？什么代志啊？就是点解你讲要甲我化妆，啊，搁有造型啊？拜托啦，紧甲我讲，让我较有女人味，像你安尼啦。威廉，啊！不过你昨去拍雷球，迄天边仔迄辣妹嘛是真对啊。伊常常去夜店，跟你无同款。总共是，你莫安尼打扮啦。啊！不过人即个中尾话过了尾好呢。查秀，即卖流行的是自然感的裸妆。虽然有化妆哦，啊，不过予别人看袂出来你有化妆，这才厉害啊！干嘛呢？我知影你见过真侪世面，嘛实在足侪有身份地位的贵妇名媛，不过因都天生丽质，够有钱会当打扮啊！啊，那我无打扮，敢真正会当出门去见人？你莫有白想啦！我实在叶小秋啊，就是自然美、健康美，我介意你完美一款。听你安尼讲，我感觉佮甲星星找倒来一点点啊。你莫想伤济，做家己就好啊。对啦，啊过两天阮爸就要倒来台湾啦，阮妈有订包厢，想讲一家人做伙食饭，我想要找你斗阵去。啊，我已经甲阮爸讲过啊，阮爸嘛真希望会当认识你哦。到办有重要的时阵，我就会紧紧出差错，亲像变甲鸡尾酒会，啊，搁有甲总经理食饭迄爿，即爿我敢若有天我都头皮发麻诶，万一搁亲像甲你妈妈食饭迄间同款是要安怎？小秋，你放下轻松咧，一回生二回熟。我相信啊，你一定会表现得越来越好。刚才讲我陪你啊，你是来玩乐啥？叶小姐，你变色时阵的表现，予人印象深刻。看起来总经理对你的期望真高，你来好好表现。我一定会，我会赶紧跺着公司的脚步，为公司做出贡献。也希望主任会当对我多多看家。你客气啊。
这是你的位。各位，这是叶小夏，大家新的同事。伊啊，真受到总经理甲副总的器重。过去啊，是商务舱的空姐，见多识广，大家会当给后人请教者。哦，无啦无啦，我无什么见多识广啦。等到爱请各位同事对我多多指教。欢迎哦，欢迎，谢谢。叶小夏，总经理讲哦，报道完成以后，请你去办公室去做。加油哦，我情况合理。多谢。今仔是我头一天来报道，主任讲你有代志要找我，唔知什么代志。今仔是你头一天报道，你敢有先去威廉、甲小秋遐讲一声咧？我知影，阮小妹小秋有甲总经理见面过啊。今仔日原本就拍算要来甲总经理坦白这件代志。请你原谅我对你有误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是威廉来骗我讲你是伊的女朋友。啊，既然那安尼，你应该甲我坦白讲啊。啊，你是安怎要误骂这么久嘞？其实这件代志我唔知影会演变到即摆即款情形。一开始确实是副总伫个飞机顶面解救我，替我解围。啊，阮两个真有话讲，伊嘛主动约我，讲要介绍伊个朋友互我认识。也毋过因为迄天我拄好有代志，所以就请小秋代替我。想袂到小秋竟然去介意着副总，啊，过一阵仔了，副总就甲我讲，伊甲小秋要交往啊。其实我嘛感觉真意外。你是讲，本来威廉是要约你出去的？是啦，后来威廉伊介意着小秋，我想无得卡，这就是缘分。感情的代志总袂用勉强的啊。副总真正是一个真好的查甫啦，伊甲小秋有这款的结果，我嘛替伊足欢喜。啊，既然威廉甲你小妹拢第一交往啊，啊是安怎威廉拢无甲我讲，佮叫你做伊挡箭牌咧？小秋哦，个性较土地啦。啊，无心机，所以有当时啊，总迷糊的。我想应该是副总惊的，总经理你也袂介意，啊，所以唔才唔敢甲你讲。啊，那我的部分哦，我就是想讲要互阮小秋会当加一寡时间准备，充实自己。啊，等甲伊会当真完美，啊，真得体，找着机会时阵才出现伫你的面头前。哎，唔过吼。嘛是要请总经理原谅啦，我为着要宣传小秋甲威廉的感情，所以唔才欺骗你，误骂你遮久。听你安尼讲起来，你差一礼拜甲威廉就有结果啊，还就还煞无阿多做伙，搁要替你妹妹安康，感觉你一点仔拢无感觉委屈。讲实在的啦，一开始的时阵嘛是感觉怪怪。研究研究，啊！不过后来搁回头想一下，小秋是我的亲小妹呢。宣传我家己的小妹，免得有啥物通委屈的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我真正感觉副总是一个真好的查甫人，所以有这款的结果，我真正是真心的祝福伊。肯定的代志，那会当保守退让嘞？我了解你是一种怕死都袂让的人。也毋过，代志拢到这个地步啊，我想就安尼刷刷就好啊啦。小秋确实阁需要一寡磨练，我会继续甲观察。啊，哪里咧？今日才来报道，啊嘛是拄啊第一试用期间，你着爱好好表现咧。我对你毋忙真关。多谢总经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拍拼表现。
啊，搁有之前你要给我的衫甲鞋啊，你留着啦。哇，无代志啊，你无闲做哩。多谢张经理。嗯。是颜值上低呢，你讲教伊我这种自然美，啊，不过自然居然也没有多美啊。我对家己有信心，莫阁有白想啊，相信威廉就对。真无简单，才甲装画好。你才安尼半工尔，就甲装洗掉啊？威廉讲我无适合啊，伊讲即摆流行裸妆，就是迄种有画敢若无画迄种啊。二姐，你就是画迄种妆啊，你是安怎甲我教？是你家己讲，你要画一个较突出的妆呢。你叫我变哪三件威廉敢会裸妆啊？好啦，你若要我卸妆哦，我就打扫家己就好啊。算算去啊，反正我对化妆也无兴趣。就算讲画甲陈秀丽遐尼水，我根本无女人味啊，无就是无，这是天生的。女人味是要慢慢培养的，亲像我用遐尼侪钱伫投资我家己，啊你嘞，特别拢把钱开伫个假的店面，叫你保养，平淡敢若啥物的。女人味哦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之前为着排毒摇到走病院，我甘愿不啊？那威廉讲介意我这种自然美啊，我就爱对伊有信心。以前安尼跟你讲啊，小秋，你敢知这世间上让男人觉得最好、最有吸引力的女人是什么？我听你妈咧讲，这查某囡仔真单纯、真天真，还有淡薄仔山下。万一我若是丢脸去影响到你，我今日死一万遍都无够赔。你遐尼啊无自信啊！我发功给你倒三公。发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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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会吧？我的巴肚竟然伫咧这个时阵开始痛。甲病毒阿玲，不是巴肚出问题，头壳出问题。小秋是你的亲生妹呢。我看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好乖的呢。你哪会安尼对待伊？小秋是你，请你原谅。我绝对没让你输。是讲哪会讲无看到恁妹妹？可能真正无多承受压力，总好无出现，实在是作死的。你比伊个人更加清楚，真正适合威廉的人不是小秋，是你。心若有坚强，认真向前冲，不惊失恋，予我的创伤。爱情的风霜对我无路用，思思念念。的笑容，为情我像一阵风，走出你影踪，抹开命运的阻挡。为爱目屎像落雨，谁人笑照顾？尊厚